有十三位朋友们问说，想请问唐副政委是怎么样利用时间吸收这么多不同议题的背景资讯，及在看到问题的当下快速整理好资讯脉络回答啊、大概有两个方向啦。一个是说我看东西的时候脑里不发出声音，所以其实这个是速读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如果不发出声音就不会打断作者，你如果不打断作者你比较容易进入作者的脉络，那进入作者脉络之后其实也不一定都要记得他主要的论点，你只要知道他的看事情的角度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大家有听说过那种都市传说说我在睡前会翻一本书，瞬间把它翻完，然后睡着了，然后醒来就把它记下来了，要了解这个网络传言不可尽信哦，就是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个我不是翻哦，我是电子书，所以严格来讲是按键或者是对，就是按下一页或空白键。对，因为我这样子看书的方法没有办法在纸本书上面使用，因为我在荧幕上面全部看完，然后在脑里就是不发出声音去睡觉，醒来之后其实我真的没有照相师的记忆力，所以我记得的真的只是作者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几个关键字，就是大概 working memory 7+2个关键字能够比较好的把它中间的那个联系关系写进脑里，有点像什么文明帝国的科技书那样子的样子了，在我脑里。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因为我记得这些关键字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未来要用到的时候我们书到用时随便找，就把书找出来，然后再用全文检索，然后再把那个关键词踢进去。那现在全文检索都很厉害嘛，就是它可以把每一个出现的这个页数它的上下文等等都显示出来，所以看起来就好像过目不忘，但是并不是过目不忘，其实我只记得那些关键词而已。那如果是纸本书的话当然不可能这样子，纸本书它都是线性搜寻嘛，就算你加几个索引也没有办法把每个关键词都 reverse index 做成索引。但是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这些关键词之间怎么样子互相连接，我在回答的时候就从一个关键词然后会想到说我现在要连到这个，那中间的这个就是一面想一面讲，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背景的资讯。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另外一个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大家投票这件事情对我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每个人在投票的时候其实他会想着说这些东西连不连贯，这样大家会想到说这个有点像俄罗斯方块，下一块方块下下块方块到底唐凤会怎么回答呢，会有一种期待的感觉。所以如果这个脉络连得比较容易的话，就像俄罗斯方块刚好可以消掉一整排，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容易获得大家的按赞，所以我只要顺着这个 slide 这样子念下来，其实我也不用特别想怎么样往下接，他几乎一定都可以接得上，并不是因为我很厉害，是各位很厉害，这所谓的群众智慧。但是如果是用一般的提问单，其实每个人提问的时候都不知道旁边的人的脉络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就很难去把就是每一个提问跟下一个问题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刚刚有讲说这个 contextual design 就是怎么样设计一个好的社会的互动脉络，那这件事情是比较玄的一种设计了，就是跟策略设计啊这个服务互动设计啊等等比较像，就是比较飘在空中的那种设计。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有就是做互动技术的经验的话，其实这个才是真正让自己一个人不用承担全部的做创新的或者做各种新的回应式的想法，而是说你可以去用一种探索式的，就是真的是想什么讲什么，但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怎么样子去想到下一步。好。